你看，这手怎么这么凉啊？女人不能着凉。哎呦！哎呀，行了，你放手。 我手也挺凉的。热乎没？安奎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啊，投标材料的事儿，刚才打你手机没打通。啊，我手机放屋里了。啊，这是田叔投的一份投标材料。 估计是最后一份了，我想你应该看看。那你们聊，我先回去了。 往后退两步。哎，以后就保持这种距离。在目标的地方。 例如用来存放猎物的蜘蛛，就不同于猎物的蜘蛛。前者是它的七种思维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。从侧面看花网蜘蛛的网，我们会发现这点蜘蛛网。老公啊，那个，今天我没回来的时候，你跟大表哥都聊啥了？唠家常呗。 我觉得大表哥这人不错，不错什么呀？他这个人好吃懒做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咱家啥事你都必须跟他说啊。从小他就不学好，混来混去的，说不定混不下去了，跑咱们这儿来了。你那个明天你想个办法，赶紧把他弄走。我听见了。
一定会用我们村里边的男劳力，哎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，你们说这多有意义，是不是？我们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啊，啊，我们保证不会把我们村里的这些生态环境给破坏了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保证不会乱砍伐我们村子里边的百年老树。在我们张岭地区，冬季比较长，采暖的时间达到4-5个月，这大家都知道。采暖的时候全靠烧锅炉，那大烟造的乌烟瘴气。所以我的设计方案呢，不打算用燃煤锅炉来采暖。我们想把锅炉房造成一个人工湖，这样夏天能钓鱼，冬天还能滑冰，既环保是又好。咱们大家伙儿都知道，石拉村盛产的就是农村。咱们要建设的度假村，那块地旁边就有几个泉眼，寒冬腊月都冒着热气儿。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采暖方式。如果让我来建设这个度假村，我就把这个泉眼引进咱们度假村，这样既能给游客带来温泉的享受，还能把咱们的采暖问题解决了。用50度的温泉水地热采暖，解决了锅炉房的环保问题，也给咱们度假村省下了一笔钱。我初步算了一下，一年能给咱们度假村采暖上省下很多钱。我本人呢，就是咱们石拉村的人，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。我觉得应该保护好咱们这块宝地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来咱们这儿度假休闲。谢谢大家。找俩字儿吧，大壮中标了。中标了？不是，大壮中标了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
给我滚出去！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你没发现吗？自打我来了以后，大壮诸事顺利。不还有，你老跟我厉害什么玩意儿？让我滚什么滚？滚可以，拿钱。钱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最毒就是妇人心。李艳梅，你现在住着联排大别墅，开着好车，王老公又中一个大工程的标，你就给我10000块钱，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？啊？这样，咱俩谈谈合作。我知道这么说你不信，这样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啊，如果有了钱，你和大壮可以远走高飞，是吧？去上海、去北京，乃至去国外买房，怎么都可以。这样你可以永远的摆脱我，也可以永远的摆脱你的情敌。完成一件大事了，可以松口气了。安奎，咱们得抓紧啊，把工程建设的配套手续批下来。啊，你怎么了？跟你说话呢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大壮中标，心里有点别扭啊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今天这五家公司，大壮的成功建设确实更胜一筹，我也把票投给他们了。现在是石拉子村发展的关键时候，我怎么会把工作和个人情感掺杂到一块儿呢？要是连这一点的信任都没有，我趁早离开得了。我就是担心这件事关系到以后村子的发展和未来，大壮呢办事毛毛躁躁，咱们得多盯着点他。嗯，走吧，下午还有绿化和管道施工的合同要谈，还忙着呢。
去吃吧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都两天没上班了，得去公司看看。佳佳，来。你没事了吧？妈，我觉得安奎心里是有我的。我脾气不好，对他要求太多了，是我的不对。我想今晚把他约回来，跟他好好谈谈。我觉得他会同意跟我复婚的。佳佳，你要这么想，妈真是太高兴了。其实我觉得两口子过日子啊，没那么多谁对谁错的。遇到事情，互相都体谅一点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们早点复婚，这个家才像个家样，是吧？嗯，妈，您说的都对。妈，今天啊，正好是我跟安奎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一会儿去超市买点菜，晚上做点好吃的，跟他好好聊聊。他一定会同意跟我复婚的。哎，太好了。妈，您快下去吃吧，一会儿粥该凉了。好好好，我去洗衣服啊。嗯。一共是34.6元，好的，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刷卡是吧？对。走吧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跟谁在一起？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回来吃，因为今天是……哎呀，佳佳，我今天一堆合同要签，有事儿，可能晚上赶不回去。如果回去晚了，你跟妈先吃啊。你今天必须听我的，我要跟你好好谈谈。佳佳，我今天工程的事儿一大堆呢，我实在赶不回去。这样吧，咱有话回去说，你等着我。走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办点急事，马上就回来。哦，慢点开车啊。好。这是怎么了？风风火火的。我爸爸给你。刘总监啊。是我跟你哥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居然不回家跟我吃饭，跟那个天窗花在一起。我问你，他们俩是不是一块回村了？哎，宗家嫂子，我是大壮，安梅没在。大壮，哎呀，反正下午是有个招标会啊，我估计今天晚上都回不去了。在哪儿开会呢？嫂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也找不着这个地方吧？要不行。我给你发个定位。好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石拉子村相信各位已经很了解了。无论从地理位置、资源环境和气候条件，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温泉已经有百年历史，且源源不断，相信各位投资以后会有丰厚的回报。具体条件都写在合同里了，请各位仔细看一看。哟，铁头丸，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，你个贱人！强强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梁奎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不会抛弃我的。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你不陪我过，你竟然去跟狐狸精勾搭在一起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在谈项目，咱们有话可以说。我简单就要跟这儿说，你们这些人眼瞎吗？跟他有什么好谈沟通的呀？他的话语很虚吗？我当然贱人，就为了个贱人，你敢留在村儿？我费心大，我跟你在那住。刘总监，你不是安徽哥前妻吗？当着闹什么呢？我住住住住住，你给我滚开！我们俩离婚没离家，要不是他杀死我，我们俩早就已经复婚了。佳佳，我们有话回去说好不好？佳佳，你冷静点。有什么事你们回去再说。这是村委会，请你别影响我们工作好吗？工作？我让你工作，你骗你！我让你们工作工作。哎，佳佳，你让我工作工作。佳佳，好了，佳佳，佳佳。场戏挺激烈呀，完了，错过了没看着。铁大壮，你也跟着演呢？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呢？啊，这都啥时候了？你赶紧劝你嫂子去。赶紧跟那些承包商，我跟他们解释一下，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闹！我让大哥领去！你别谈事儿，你别再闹！放开我！佳佳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好意思，这咋了？喂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怎么了？刘总，王总。咱再聊聊，再聊聊，王总。心疼铁头花了，你也知道心疼人了。我跟你生活了十几年，你心疼过我吗？今天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们俩必须只能活一个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别闹，别闹，你这么闹对我哥不好，别闹。也想啊。我就是要大家都看看他是怎么背叛我，怎么跟那狐狸精勾搭成奸的。都是他不好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刘大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别再闹了，行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想让我颜面扫地，想让我一败涂地，你想要的目的今天都达到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也骂了，也打了。算我求求你，先回家吧，行吗？有话我们回家再说。我求求你了。对，你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呗，是吧？你别犯傻，你把自己的路堵绝了，以后跟我哥怎么好啊？走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走不走？走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说这一帮招商的来，咋的？啊！你差不多行了，是不是？闭嘴吧！没脸了，脸都塞裤裆里头得了。哎哎哎哎，走走走走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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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过来。咋了？咋了？怎么了？听听听听，啥事儿啊？咋了，大壮？这叫啥事儿啊？你们说叫啥事儿？就是，这丢的可不是田春花一个人的脸啊！是。
全村的人脸全让他给丢光了。哎呀，你还回这儿干啥呀？啊，好不容易咱们找到招商的人，在这开会正洽谈呢，突然冲进来这么一闹，完了，你让其他村的人怎么看咱们村？咱们村还怎么跟人双泉村竞争？你们以后出去，谁还敢说自己是石拉村的人？你这脸丢了，丢了。他没来的时候，咱们村啥样，你们是清清楚楚；来了之后啥样，你们也是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所以，想过好日子，就得让他走，知道吗？大壮，那你说这轻巧，那咋敢走啊？人家是领导，董事长。屁领导啊，啥董事长啊？说谈合同就谈合同，你信不信？我还跟你们说，只要咱们一条心，拧成一股绳，我三分钟我就弹劾你。哎，不，大壮，啥叫弹劾呀？来，过来。哎，哎呀，你疼干什么？疼不？能不疼吗？这就叫弹劾，只要拧成一股绳，我三分钟我弹劾他我。铁大壮，你干什么？不是我干嘛，他们非让我上来的。大家伙都商量好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行，你们不好意思说，我说。大家伙说了，今天必须罢免咱们合作社董事长李安奎。对对对对，必须的。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对，咱就当着村主任的面啊，举手表决吧。我呢，举双手赞成，一只手代表我前妻田庄花同意，另一只手代表我自己。我也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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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。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，铁大壮？你谁也代表不了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不同意，少数服从多数。你问大家伙同意吗？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没用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马上咱们就走程序，下午我去你办公室跟你谈细节问题。我同意。他怎么自己还同意了？我同意罢免我董事长的职务。安奎，你说什么呢？红花。只有我离开石拉子村，项目才能继续进行。我不想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半途而废。我更不想你因为我受的伤害。大伙儿，这件事儿是我的责任，我一个人承担，跟创花没关系。是我对不起大家。自己承认了吧？是，这扯啥呀？我可明白，这就是你。我不会同意你辞职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这咋的呀？还演上戏了呢，跟这儿啊？你不都同意了吗？同意就赶紧走吧。啊，你那些东西到时候打包给你寄回去。咋的呀？藕断丝连，罗密欧朱丽叶呀？啊？要票不？回家。哎。起来！哎，走走，这干嘛呢？哎呀，为你们啊，我都说完了，散吧。哎呀，大壮，走走走走走，都散了，走走走。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天窗花的。哎呀，你先把安全带给我带上。
一天天把你厉害的啊。他田春花你是不了解，他我太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了啊，两面三刀，阳奉阴违，撒谎成性，就那么个玩意儿。也不知道我哥怎么了，被他给鬼迷心窍了。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，非撕烂他的脸。行行行行行，好了啊，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是为了你好。你现在这个心病已经落这儿了，太容易发火了，你这容易出大事儿。哪天你要倒了，又便宜他田庄花了。不过啊，今天你这么一闹挺好，他最起码得知道你的厉害，以后再勾引我哥他得想一想。跟谁俩呢？我告诉你，当下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我哥的心拢住，以后这种狠事儿少干啊。我绝对饶不了田中华。不过今天棒棒的，你这个时间选的可以啊，啊难得这村委会上来这么多开发商。我给你打电话，铁大壮接的，我说找你哥有急事，他就给我发了这个定位。可以呀，铁大壮，我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哈。安奎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就这么一点小事儿，你说不干就不干了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遇到点困难怎么就这么容易退缩呢？再说你跟他已经离婚了，你这样走说明你心虚。现在石喇子村刚刚起步，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这也太没责任心了，这太自私了。春花，因为这事现在已经牵扯到你了，不光影响了石喇子村的声誉，现在给你脸上也抹黑了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。在我和柳宗家的事没处理干净之前，我必须离开这儿，我的股权和投资都会留下。安奎，在我最困难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你帮我走出了困境。我需要你，我们石喇子村也需要你。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你不能就这样走了，你不能就这样抛下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春花，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我们一起创业，一起工作，无论再苦再累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浑身都充满了劲儿。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日子。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安奎，别走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不怕什么伤害，只要你别走。我只是暂时离开石喇子村，草丛里有人，你看着点小地图啊！你不看地图啊？这个坑是醉了，那法师在旁边也不知道干嘛呢。你开大呀，开大，懂不懂？真是醉了，跟你们一帮坑玩，真是醉了。天，哎呀，你吓我一跳。他怎么样了？回来就闹呗，吃了药了，睡了一天了，不行，往回撤。他妈呢？生气呗。哎，他管不了嫂子，逮着我了，把我臭骂一顿，
我够倒霉的哈。往回没雪加雪，现在在这晃悠什么呀？哎，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觉得你其实你打挺好的，咱们要不然再组一把呗？谁说你坑了？我坑好不好？挺好的，我坑，我坑行了吧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挺好的。石拉子村已经被你搅得天翻地覆了，现在满意了？别客气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我高兴，不行吗？就可以自私的不管不顾了？你们都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那个田窗花今天是真怕了。他为什么不敢跟我争辩啊？因为他心虚理亏。佳佳，你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事跟窗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无论之前我们的婚姻出现什么错误，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应该各自重新开始。我们要面对他，而不是揪着过去不放。况且现在影响的也不单单是我们的事儿，你别把责任都推给我。你就是因为那个田春花不肯跟我复婚的，不是吗？是，我是喜欢她，我想和春花在一块儿，但是这是我们离婚之后的事儿。我跟她在一起，她能够我对人对感情的尊重，而不是无端的指责或是歇斯底里的谩骂。我哪儿不尊重你了？你以为我想跟你吵架吗？你成天跟那个田春花腻在一起，你把这个家当家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孩子怎么办？妈怎么办？你可以抬腿走人，我做不到。佳佳，我们的问题由来已久。我跟窗花在一起是我们离婚之后的事儿，你时空发生错乱了吗？这种生活如果一直下去，对妈、对孩子都会有更大的伤害。现在既然已经结束了，那么大家都应该去面对。妈，我会马上接走，孩子的问题我们再商量。佳佳，都结束了。想得美！你们拿断刀子割了我这么久，现在你们想要通关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不是喜欢田春花吗？我就是要让你心疼她，却还帮不了她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瞅你这主任当的，费力不讨好。现在咋样？受委屈了，回家里边来，让家里给你出主意了啊？哎呀，我的妈！这一天你，爸，您别老埋怨我姐，你还嫌她不够倒霉啊？行行行，咱不说这些了，咱就说这个安奎那前妻为啥这么做这么闹啊？她心里不是明镜吗？大慧心里边有你，想着你，惦记你。现在你离婚了，他又心疼你，啊，心里那点小火苗噌一下子就给点燃了。他那个前妻就是个泼妇，跟大慧都离婚了啊，还缠着他，别搭理他，他说的话别信。这一天的。